前脚转圈女人容。好的，白玉兰，一百个数，不是五十个数。七真六六，别晃，别掉。八六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七，后脚尖绷起来。八十，朱子涵，张子涵怎么下红叉的？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，后胯根转正张弛。九五九六九七九八。九九一百下，反面，迅速，感谢关注啊！进来的家人们，能不能给于老师点一点免费的赞赞，帮于老师分享一波，走一波关注，迅速，快点！张子涵，你再给我拖会儿就出去啊！你膝盖伸直了没？一直在那拖了。你们三个胳膊肘扶哪儿呀？翘那么高，快别歪住他。感谢关注，哦，来四个八拍准备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，膝盖，五六脚背，二二三四五六七，转开，三二三四五六七，脚尖，四二三四五六七，立，轮脚，后跨上正，双手扶前腿膝盖，把你的膝盖压下去啊，不要弯膝盖，好，数，一二，后脚合起来。感谢关注，感谢关注，进来的家人们分享一波，分享一波。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。欢迎大家，早上好，家人们。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。左肩。三五、三六、三七、三八、三九。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，立，双手扶前膝盖，数一百个数，一二
四，双手扶前膝盖，七，上撑力起来，九，十，撑直膝盖，撑直，十四，十，脚后跟放正点，十七，往后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。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，双手抓前膝盖，手起立起来。28 29 30 31 32 33 34，双手扶前膝盖，37 38，前脚张开，44 44 45 46 47 48，看现在手感觉是51 52 53 54 55 56 57，身体往后倒，9 60 61 62 63 64，我跟你说话你听懂了没？6 8 6 9 7，听懂了没？7 8 7，咱们一块呢，身体往哪靠？7 8 9 20 81 82 83 84 85，手在哪？你不用抬上去，轻轻跳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把它胳膊撑撑直，扶上去，胳膊撑直，绷脚，自己注意点，数1 2 3 4，来，再来两个人，明白吗？1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，100个数，我什么时候说20个数呀？数100个数，重来。上。来，其他人换，旁边。你快点。前脚张开，胳膊伸直，感谢关注，能不能帮于老师点一点免费的赞赞呀？慢点数。6 6 6 7 6 8 6 9 7 10 7 1 7 2 7 3，后腿膝盖伸直。7 6 7 7 7 8 7 9 8 10，后腿膝盖伸直，张子涵。9 10 9 1 9 2 9 3 9 4 9 5 9 6 9 7 9 8 9 9 100，好好前面，你俩站旁边听着，上。快点，能不能不要因为你个人浪费大家的时间？好，起，所有人起手，数一。
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抬头，摸腿膝盖伸直，举子摸，别偷懒儿。家人们，我们能不能把这赞赞给于老师戳到一千呀？能不能这样戳戳戳戳戳到一千？朱子涵，别偷懒。彻底放弃了。手在哪儿呢，黄笑？膝盖是哪？下。好，来收伤收动，带你去做。脚尖不用打那么开，小八字就行。沉脚膝盖，脚尖，别出胯，徐亚杰，徐亚杰出胯行吗？爆发力，徐亚杰，膝盖举得吗？后背。出胯着呢，胯放正。我跟你再说，踢腿不是抬腿。脚尖的爆发力，别抢节奏。往高踢，胯杆放正的情况下往高跑的准的很。脚尖别拐，眼睛往前看，别低头。别出胯，别用你的大腿。
换人，活动腰后腿肩，快点换人。张弛往前站，好，身体向外45度，身体向外45度，中段收紧，肚子收回去，双腿膝盖向上收，内侧肌夹住胯根拔起来，转脚，别光后背死紧了，别窝胯，胯放出去，不要离膝盖，后背，后背，节奏，收臀面。我让你活动的时候，你就卯足了劲儿活动，别在这挠痒痒啊！内侧肌加入。
先起立，伸出五两。你怎么把体操服反着穿着呢？看你的体操服，低头看，看这，看这，侧面看，侧面看。好，来反键，我捡起来，向前踩地，走。哎呦，你干啥呢？你控制着呢，你头下去。控制住，别动，别动。慢慢的活动腰啊，准备搬后腿。你头疼疼？你磕头了呢？啊，成员，我又不给你发年钱。哦，咋了？哦。手心冲镜子，再两手同时转，起来，好，来，第一组上马杆，弓箭步甩腰。第二组向前。感谢关注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。准备，哪个腿呀？哪个腿在后面？马杆放正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六后腿蹬直，二着地面，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五六继续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反面。
五秒。
起来，去除心中的执着，五、六、七、下，收，再往后倾斜。不是，会往前。双手。
要方正。拜拜。回去。趴下来吧，趴下吧，站着，站着吧。你们都趴下了吗？你在这旁翻译节课吧，我听清楚了没有？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你的腿在哪放呢？画放上了吗？那个开头不行了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早上好，谢谢小星星，感谢分享。这儿是不是有人看见？准备，右腿在前，四腿一抱。五、六、七，直腿贴，一、哒哒，二、哒哒，三，膝盖离寒，四，抱住，蹬直，好，蹬两天，膝盖再升，再升，再升，下，再来一次，直腿踢李元荣，六、七，走，一、哒哒，二，膝盖两天，三、哒哒，四，抱住。好的，膝盖，加油，李元荣，能抱住呀，能抱住呀，抱住呀，下，反面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，打打，二，别压腰，三，打打，四，抱住，蹬直，好的，让直膝盖再升，下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。打打二，打打三，好的，打四，抱住，蹬直，好的，好的，李元荣不错啊，非常好，膝盖再升，李元荣，再升，下，哦，来半步走下来，趴下，半步出走能下来趴下，把刚刚站的人往下上去，往下接，往冲到那边。上面人休息，动啊！下面人准备。
四腿一抱，先抱右腿。谢谢。五两七八，一二直腿贴，五两七八，二二三元已经加油，两七抱住，使劲儿白月盘，你能抱住，再使劲儿，张子涵你抱不住吗？王子成直腿贴，脚别拐，反面，五两七八，一二直腿贴，五两张子涵膝盖。二，往这使劲甩呀！六，替你抱住。好的，蹲直张子涵。再蹬，膝盖再伸呀。下，好，来把杆儿上来，中间转正。你们回腰往前吧，回腰往前趴下。哎，你们半后腿这样。把你哪条能抱住抱住，主力腿胯挺直，主力腿胯挺直，别出胯厉害。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，六七抱住，挺直，加油加油，膝盖再往直蹬，下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抱，求稳，挺直，好的，脚尖再往上钻，挺直。主力腿膝盖再伸上直，下，再来，站稳别掉啊！迅速一抱住，二就给我蹬直了，五六七抱一，好，腿上直，脚尖上直，锁住，别压腰子，膝盖再伸上行，下，好，来回腰，快回腰，捶一捶，捶一捶，然后我们准备身韵组合。我们基本功就训练完了，接下来是我们的身韵组合。感谢关注。免费的赞赞，家人们再戳一戳呀！我们这个点赞能不能过一万呀？感谢点赞。于老师在上课，你有什么对关于舞蹈不清楚的，可以关注我，也可以私信我，然后回头我下播了可以去一一给大家讲解。可以压胯吗？明天压胯，今天来不及了。准备，身韵组合，不压胯，不压胯，吓死了！快，身韵组合。准备，准备，我要喊几次准备，说准备就已经准备好了。后背，不要往前扒，头顶先往上拎，摊腰着呢，四肢盘，摊腰着呢，不要顶胸，白月盘。我抠的动作能做出来啊。
和不加损伤翻译的，就练成鞋。大的时候脚往下踩，一个脚踩一个脚，轻不要紧。大一大。
我说手放，手放两边，还是放在手的位置。看我，一、二、三、四的时候都是带着回，三、四、五、六的时候手带着推出去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然后先打开，七、八，再来一次，一、二、三的时候抽，三、四，指尖推，五、六，打开，七、八，啊，数节奏，最后一次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大，最后就是四下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大，然后走，一、大。伸脚向前方向，两点对吧？伸的久一点，对，这个姿势放松。他们那是我说他们背水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？弓的对吧？但是在舞蹈里面美化了之后，是在这个体上，只不过是还要你让弓着做，不好看，肯定是立刻，明白吗？走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
孩子。喂。张弛、橘子梦、苏静涵、白玉涵、袁雨欣、吕彦柔、朱子涵、王子成、程月。好了，下课吧，谢谢。嫂子，你们回来了吗？还不来上课吗？我下播了，我们晚上们下课了。哎呦，好嘞。拜拜。